这边的枫叶听说比清水寺还美，票选第一名，京都人赏枫叶都来这边赏啊。这边宛如枫叶的隧道啊。难题，我还是第一次喝，有点怂啊我。大家早安，我是仙卡。今天我要去京都玩。现在这边是大阪阪急电车的车站梅田站，然后我等一下要搭他们很特别的观光列车去，而且那台观光列车它是不用特别加价，你用平常的车票价钱就可以搭了，很期待，我也第一次搭哎、欸。现在在等电车来。那我们一个一个车厢看吧，好漂亮哦！好日风哦！这是一号车厢，好美哦！哇！很漂亮耶、欸、采用这种和风的装饰，前座位有榻榻米，酷哦，这是二号车厢。哇，好美哦！啊，车厢有，居然有这种装饰，等一下。三号车厢，它有靠窗的位置，就是可以看外面的位置。好赞哦！超酷的。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Hankyu Railway today. This is the Rapid Limited Express bound for Kyoto Kawaramachi. 那椅子都好高级哦。每一台车厢范围都不太一样。啊，我喜欢这一台的车厢范围。第几车厢啊？太美了，这一台车厢，好古典雅啊、哦！この電車は快速特急京都河原町駅です。次は桂に停まります。次は桂に停まります。一瞬だけいいですか？どうぞどうぞ。お、へえ、这边都是特别用竹子编的。哇，这边也有。次にご乗車の方へ先ほど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扉が閉まります。先ほど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已经到京都了，现在我要去搭巴士。我搭五号车。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到了，总之出发。要稍微走一段路到永观堂，慢慢散步去永观堂。哇，这边住宅区，觉得京都的房子不管怎么看都好有气氛哦。这样散步也蛮不赖的。最后人家自己就可以赏枫叶嘞，好棒哦！这边的枫叶听说比清水寺还美，票选第一名，京都人赏枫叶都来这边赏啊！我也是第一次来，还蛮期待的。哇，光入口就没爆了。哇，太美了吧！哇，这边买票，大人是1000，小孩是400。我都那一起买的。嗨，哇，连卷都是枫叶，从哪边拍都超美。哇，太美了。哇，哎，今天天气很好。还没，真的不管从哪个角度拍都超美的，好漂亮哦！而且我觉得这边就是虽然人很多，但不用跟清水寺那样人挤人、人贴人、前胸贴后背，这边还蛮宽敞的，很赞呢。枫叶的距离也都超近的，好棒哦！光在入口就拍不停了。这边是进去参观特别四宝展。哎呀，六仔吗？要脱鞋了。这边要脱鞋。那个永观寺的寺庙，我们就来参观一下吧。庭园呢？哇，好漂亮！上面有鲤鱼，他们完全一动也不动。旁边妈妈说好像死掉一样。好漂亮的。它其实这里头房间都有展示，但全部都不能拍，所以就不方便拍了。圆圈圈呢、欸，一般不都做那种三角形锥，然后圆圈圈之类的，它做四方形的图案呢、欸。光是这里的枫叶，大家就已经拍不完了，赶快前进下一个地方。还要再继续往上爬哎、欸。也太大了吧！穿和服的情侣，
的寺庙到处都是枫叶。那是本殿，你说不能拍，我只能在外面稍微拍一下样子而已。这是外面的样子。我真的觉得日本人超级自律的，你看人这么多，其实寺庙超安静的，完全没有那种吵杂的声音，很赞哎，很佩服他们呢。尤其是室内，真的他们都没有在那边大声讲话，很厉害。所以我觉得逛起来还蛮舒服的，大家都会礼让。参拜完了。这地方也好漂亮哦，永观亭，它的寺庙里头参观超久，大概它拍照加起来拍了一个小时左右吧。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晃一晃，外面的枫叶也很漂亮哦。小地藏全部都被堆满的铜板。湖面倒影也太美。哇，好红哦，这边宛如枫叶的隧道啊。非常推荐大家来永观堂赏枫，太美了，而且人潮还 OK。 它真的好大好宽啊，这里也太大了吧，还有一区完全还没有去的地方哎，我的天哪，枫叶隧道拍不完啊。这边有什么啊？有可以喝抹茶休息的地方，好棒哦，再来喝一下好了。啊，全部都有附一杯茶啦，所以还有这个现打的抹茶。好有氛围哦，永观寺参观完了，南禅寺在附近，顺便去一下好了，很近很近，稍微走一下应该就可以到了，去一下南禅寺好了。好美哦，我已经把好几年份的赏枫都用完了，扣打用完了。哎，我完全没有看地图，我就是跟那个人群走，哎，应该大家都顺道要去南禅寺的，我相信大家。好清幽哦，到了到了，在那边南禅寺，走一下就到，大概走个五分钟左右吧，还蛮近的。这边也是绝美啊，
口在哪？总之跟着人潮走吧。哇！漂亮，在这边，这边。南禅寺，现在可以上香。烧起来！日本一定要亮，铺在身上。拜拜完了，可是为什么那边上面他们可以上去啊？是从哪边上去的？我找一下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从那边入口进去。啊，但它里头不能拍照呢。我刚刚已经爬那个上去了，进去一个人要600块，然后里头完全不能拍照。上面还有一个宝冠释迦坐像的本尊。还蛮值得看的，因为那个就是它只有一个挖一个小洞，然后你就要把头探进去看，里头有超多佛像，还蛮酷的。当然就是一个人要600，而且它的楼梯超级陡，日本这种地方楼梯都超陡，跌死。现在参拜完了，怎么办？我要去哪？完全没有任何规划。这个是南禅寺的山门。重要文化财哦，我已经迷失方向，在这边迷路了。天寿庵这边也可以过来参观，进去来是一个人500块，是一个日式庭园。哇，只能到这边了。哦。因为就是拍后面有一个日式庭园，但是它距离很远，如果拿 iPhone 其实是拍不到的，所以我就用了另外一台相机拍，很漂亮，超美超美啊！现在要去哪呢？完全不知道去哪里，这边还可以过哎。哇，这边想可以坐在这边赏庭院风景。啊，好棒哦！啊，有空位 ，lucky。惬意哦，像这样子坐在这边看庭园风景。哦，这边就是刚刚室内的那个窗户拍过来的庭园。
是要你绕一整圈。因为已经下午了吧，太阳有点被云遮住了，天气变了，现在红叶拍起来比较没有早上那样子鲜艳。它真的就是古建筑改造的，古民家改造成店家。有一些蛋糕跟松饼可以点。アイスのカフェラテで。アイスのカフェラテで。はい。10分から15分かかるんですけど。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。テイクアウトですか。テイクアウトです。テイクアウトです。ブレンドのお名前にお付け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イエーイ。はい、叫你的名字。蓝瓶我还是第一次喝，有点怂了，我还没跟上潮流。就是咖啡拿铁，我喝不太出来有什么不太一样。硬要说的话，比较香醇吗？再去附近晃一晃。哎，下面有这个铁轨，大家在这边拍照，我要去拍。大家都成双成对的在拍照，大家都穿和服来拍照。好棒哦！